阿尔卑斯山区风光。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是欧洲西部的重要山脉。大西洋的湿润海风，垂直变化的山地气候，把阿尔卑斯山区的自然环境装扮得多姿多彩。连绵的雪峰、带色的湖泊，还有这里高山针叶林、山地草甸以及山路别具风情的山村民居，构成了令人心旷神怡的美丽画卷。地处阿尔卑斯山区的瑞士，自然风光秀美，被誉为世界公园。